等一下，你最希望从谁的手中得到我们的 T 恤？好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来，请把这件 T 恤先送给他好吗？请你帮我们送上我们这个签名 T 恤给我们这位幸运的朋友。因为我们刚才在上来的时候遇到他，还有他的妈妈，还有他的弟弟吧。然后我觉得他妈妈就是很疼他，我觉得你要孝顺你妈妈。哇，要孝顺妈妈。一二三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位，请上台。先看。
大哥。来，准备好喽！来，我们看向前面的摄影机。来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这一样是现场购买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送错了，这是之前买的。好，可以握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没有送 T 恤没关系，我们握手一下更珍贵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。他又关掉了。好，谢谢，大家都拍完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拍到了哈。还有一位吗？好，一样是购买我们 Independent。现场还有的，现在马上举手，这是最后一位了，这是最后一位了。还有没有人手上有 Independent 的手表还没有拍到的？有吗？他不可以吧？